这些动漫迷早就已经抢翻天了。动漫营开展了，很多人要抢这个限量的签名套组，混乱当中大家往前冲啊，有人摔倒，有人鞋子又掉了，而且还有人撞到都流血了。这些动漫迷他们整整排了一个月，而且呢几乎每个人都带了十几万来买。冲啊，这跑得有够快吧，而且全部人都是手刀冲刺，限量商品区立刻被挤爆。你推我挤，混乱中有人的鞋子又掉了。又是你，你每年都掉鞋子，你搞屁呀、啊！就是全部人同样有人跌倒，大概这样，还蛮不舒服的。我排一个月了。那今天抢到第一个感觉怎么样？超兴奋啊！强盗声优限量签名组漫迷超开心，因为这可是要和上万人一起竞争，进场前外头就是整片的排队人潮，大家蓄势待发，而且准备了大钞票。有些人准备了十几万这样。全部大概多少钱？两万多块。多少人一起买的？大概六个人左右。总共是9,983元。不少漫迷都撒出千元钞票大血拼，今年还推出男生版篮球员的等身抱枕，也很受欢迎。而很多人则是冲着难得来台的轻小说作者和插画家而来。一头长发，有着甜甜笑容，他是来自韩国的插画家卡姆老师，现在可是日韩最夯的手机游戏插画家。这次在台举办签名会，也让不少漫迷为之疯狂。为期六天的动漫节大咖云集，带动人潮变钱潮，预估可以冲出2亿元业绩，吸引超过40万人次进场，可见漫迷的消费力真是超级有力。记者简正书、李美轩 SNG 小组台北报道。不过这场婚宴想要挤进的话，大家是不得其门而入的，你要拿到喜帖，获得周董的邀请才能够进去。在台湾，举办婚宴选在5星级的饭店泳池包场。